今日由我同林博士同大家介绍下漫步澳门街嘅其中一条路线连溪点滴，呢一度就系连溪庙啦。 连溪庙嘅由来系相传有一次天灾，华光大帝显灵帮助居民，所以居民好感激喺呢一度建庙供奉佢嘅。华光先师被誉为粤剧界嘅先祖，好多戏班同埋大老官佢哋都会专程嚟澳门咧连溪庙拜祭华光先师嘅，所以咧呢个庙咧有一个非常之崇高嘅地位喺粤剧界嘅嗰个领域入边。 每逢农历9月28日华光诞当日，居民都会喺连溪庙附近搭建戏棚，演戏庆贺华光先师嘅寿辰。时至今日，除咗喺新桥球场搭建戏棚外，喺庙前面仲会有游戏摊位、连溪庙会、艺文工作坊等等唔同嘅活动，现场真系非常之热闹，可以话系氹得神欢喜又睇得人开心，绝对系新桥居民集体嘅回忆嚟噶。 讲到新桥球场，其实系兴建球场之前，呢度曾经系种满莲花嘅莲花池。不过因为时代变迁，当年嘅莲花池已经唔喺度，取而代之就系新桥球场同埋新桥花园。而呢两个地方亦都成为年轻人运动同埋雀友聚会嘅好地方。 生活喺新桥嘅人咧，都系一般嘅平民百姓。呢度咧形成咗一个好独立嘅社区。新桥人咧，其实出咗名咧系团结互助嘅。例如每一次遇到水浸啦、火烛啦，佢哋都会出嚟互相帮手嘅。所以咧，其实呢度有好浓厚嘅人情味嘅。虽然而家新桥区随住社会发展，已经有翻天覆地嘅改变，但系从石锦当行台、田畔街街名同埋水井，大家亦都可以想象到。 村民昔日团结互助又平淡嘅生活。啱啱提过好多地方已经成为历史嘅一部分，不过仲有一间具有历史价值嘅，到依家仲好多人过嚟噶。已经有60几年历史嘅永乐戏院。 喺昔日街坊缺乏娱乐嘅年代，提供咗价廉物美嘅大众娱乐，亦都见证咗一代又一代澳门人嘅成长。除咗睇电影外，呢度更加系澳门粤剧界表演嘅场地，经常有嚟自唔同地区嘅粤剧爱好者嚟呢度表演，就连著名嘅大老官任剑辉、白雪仙都曾经嚟呢度表演过噶。时至今日，呢度依然有唔少粤剧表演被街坊欣赏噶。 行完连溪点滴呢条路线咧，希望大家透过头先嘅一啲介绍，能够对新桥社区有更加多嘅认识啦。好啦，多谢晒你同我哋介绍呢条路线。嗯，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入去睇戏先啦。吓，我想飞啦，喂，仲冇飞埋啊，喂！